其如果真是到了决赛了，可能就不是最艰难的一枪了。但是这是第一枪，而且他的腿到底是怎么样，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艰难的一枪。觉得真的是有点悬呀，看着。哎呦，要悬。因为你只有在进场之后上起跑器全力攻篮的瞬间才能够给身体一定的强度。实际上在前面热身场地的时候，一般运动员有伤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把强度加得那么大，但是你真正上了道之后，你再打封闭也好，再进行一些紧急处理也好，是没法比的。